The Last Train Final Ride 是一款开火车救世界的生存模拟游戏。游戏背景设定在二战刚刚投下原子弹后的美国，此时全美依旧是人心惶惶，而玩家将扮演一位铁道车长，开着最后一辆火车，四处载送客人前往对应的车站。但每位客人除了抵达的地点不同之外，对于抵达时间的要求也不一样，所以在路线和载客的选择上就需要玩家好好判断与掌握。在送客之余，玩家也需要在停靠的城镇里搜刮物资，好填饱肚子，并妥善利用这些找到的物品加工制作出更多的道具。请善用手中的资源，努力将每位乘客送达目的地吧。